到点儿了。到什么点儿啊？该睡觉了。给二哥洗。济州岛大学读研究生，生物化学。我研究鞭炮的。这是我儿子吧？你有病吧？跟这儿演来。咱们挣多少钱呢？你来深圳干啥呀？你发财了吗？你实现梦想了吗？拿这当马尔代夫呢？起来干活。